女神之泪两个血瓶。伯特德玛西亚用的是假名字贾洛青羽，光之守卫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他是个国家英雄。猴哥，明天我飞沈阳，你能来接我？你还飞沈阳？你飞个屁吧！台风咋飞呀？天上给你刮飞了的。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你飞。考古学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。抠。刀锋应该是死了。顺便问一下，拉克斯有提过我吗？纯属好奇。我来自一个探险世家。全军出击！不让他回家啊！你想回家？你回个屁！我能让你回？你回个头！你今天必须给我走到线上，你亏3个兵，最起码。你想回家？我的靴子并不防水，太棒了！直接插眼儿。咱也不推啊、哦，让小兵先死。真正的探险家，三个兵依据的是心中的罗盘。嗯，啥意思啊？我很开心，感情行了，生活美好。卢仙想过来呀、啊，那我必须得依你一下子。打不过，哎嘿嘿，靠，打不过，这卢仙打人真疼啊！我先手干他都没干过呢，完了，他是不是有意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是个傻逼，我操了！讨厌偷这个字，我会说解救或者获取。你已经炸了，那倒不至于。当世界处于毁灭的边缘，大显身手的时候。我只能让螳螂过来帮我赶他一波了。哦，计划，对，我当然有计划。老螳螂，能不能帮帮一波？看这卢仙狂成这个样子，是不得治一治？太狂了，这卢仙！哎，主要是太恶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来要打塔姆的，他给我整个卢仙上来。我先忍气吞声一会儿啊，我们小黄毛现在跟卢仙打属于是找死，咱先忍一忍，300块给他了这波。螳螂也不来帮帮，
塔勒塔姆也不来帮帮忙。第一次看我这么隐隐，我跟你说，这把最起码我们得引到20分钟，才能开始发力。如果唐唐不来帮，我们永远也打不过他。没办法，这英雄单线他就不是一个等级的，这俩英雄。任何计划一到我面前就消失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听起来很危险，算我一个。德莱文锤的，那英雄也不能换呢。300块，人挺多呀，这么多人啊，我天，一下来5-6个人。将来的事是好是坏没法预料，所以我才会。胆大，你打完蟹没？我等你打完蟹，黄瓜菜都凉了。点的，赶紧的，麻溜的，利索的，那打个蟹这么慢呢？车没补着，遗憾。这边他来，我们立刻一走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我很少知道自己在找什么，但我总能装备呢。真棒！来个皮孩。好，甩个大，看能干过。你帮我吧。别去中了，那中路不好抓。哎呦啊！我来自一个探险世家，天生就是这样的血。再停一下，各位，我不在的时候都别动手。这完了，这银马打峡谷先锋了，我不跑都不行了。谁要地图啊 ？Shut dow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你上这倒没问题，你可以上，但是我不能上。替换衣服了。
你傻。真希望没人看到。他在夸我可爱，嘿嘿嘿。卢仙吃塔皮吃挺多呀，咋整？还好他的盾弓出来的不算特别快。这波卡士也卡的我操了。眼儿呢？这是有问题，有瑕疵。这就是操作有问题。加分离者，慢慢来吧。这人头顶铁，标价直接十倍不止，我从不失手，但我会空放几枪以示警告。好像也没人来呀。没个人吗？螳螂呢？狼哥，死了我倒死不了。来个人呢？怎么打到二塔了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听起来很危险，算我一个。塔某别来。来，我陪你玩会儿。我从不放弃，他是跟我学的。我怕他有点炎。再见。咦，这都不死，有点肉啊，啥装备啊？磨破点皮儿才给他。
抄近道。Shut down. Killing spree. 只要你有本事，就不需要什么运气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Shut down. 只要是废墟，我就有权搜查。Shut down.哎呀，踩到基地了，我天哪！在厕所回城啊，在这个位置回城可能会被干。到我的发力点了，但其实也没完全到，差一个魔切。有了魔切，到我们的发力点了。小龙可以干，来来来，先杀达姆，给我杀卢仙，漂亮！这文人干啥来了？能给一个人头，我已经很欣慰了。想在沙米拉面前抢人头，还是有点难度的。哇塞，差个魔气。不掉血，不是不掉血，确实没到发力点，这没啥伤害。你连魔切都没有，那一这没相当于没伤害，没两件套。刷一下子，我都说了，至少我们得20分钟。我对象的人叫卢仙，不叫塔姆。我对象的人要叫塔姆的话，我的发力点在10分钟。他俩换路了，咱也没办法。很开心，战胜邪恶，生活美好。多去团一团。哎，这就卖了，你卖他干啥呀？慢慢打。这个抠都能抠歪了，完了，我没了。哎呦，这个也没打死。
出胶闪好。胶闪给机会了。打大龙了啊，这回该发力了。别打了，这还打啥呀？这还能打过吗？上去跟我杀卢仙，过来！你的刀在哪里？虚空掠夺者。我这也没力，我还没力。我他妈给人全打成没血了，你跟我说还没力？那卢仙杀我，不杀我的话他妈全死，那这杀螳螂好啊，哎呀非得杀我。我有啥用？除去我伤害不是第一，我值不值死行不行？不用多，按错了，你想按 E 的，按着 R。我要是第一，你给我办个，行不行？
士伊泽瑞尔。将来的事，奥斯卡没法预料，所以我才会急性子。放松，一直以来我都是闭着眼睛进行。龙他们打不了，没关系。我从不失手，但我会公报警察，你吃几个棒。差一件装备，又想起了发现伊克林精神不绝的经历。大龙可以要，先杀人，先打龙也行，不过来个人给我指他，不管他了，他们去了，应该赢了。打工就打工吧，没有关系，这都小问题。我就差一件装备，我就无敌了。我只差最后一件。有点狼啊，来点伤害吧，我的兄弟们。主要是旁边全是小兵，要是没小兵就好了。等人啊，别死啊，死了一波了啊，别死啊，我操，哦，漂亮 ADC 上塔姆，塔姆的偷塔呢，上塔姆，吹波 Q 没啥意义，我们家高地掉了，先上后面那个呀。来中推一波，先把这维恩扫了。
好像是一波了，但我个人感觉啊，我们不一定能有个三波了，伤害高。时间点没到，差两件装备，准备好？你不用准备好，嘿，虚区最高就是虚区最高，你都不用准备好。我说虚区最高，他虚区就是最高。如果不是最高